最近在综艺节目中亮相的朱雨辰妈妈一番贤妻良母论惊呆了网友，如我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儿子的，我完全没有自我，他的每段感情我都知道，但是我都会干扰。网友惊讶的同时也纷纷表示了看这个节目朱雨辰没人敢嫁了。有网友表示，两期节目中朱雨辰经常在跟朋友聚会时喝醉吐槽负能量太多，这会不会跟妈妈给的压力太大有关系，并劝妈妈放手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